我升十一，我跳啊，怎么停不下来了？你来到了运动方格，请做一项在春天做的运动。春天有什么运动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对呀，我可以放风筝，放耶，成功了！我也好想放风筝呀，我扔十三，我跳，哇、好多好吃的！恭喜你走到吃吃吃格，请选择一种夏天的食物，并且吃完。这也太简单了，我选雪糕，喵喵喵，耶，真好吃！轮到我了，我扔。竟然是四，哇，前面怎么是蓝色的？蓝色代表小河，请选一种秋天的动物帮你过河。秋天的动物，哼，我想到了，大雁快来，我跳，成功了，终于到我了，我扔。哇，竟然是六，跳，我跳，哇，好多蚊子呀。恭喜你来到蚊子王国，只有消灭这些蚊子，你才能前进。什么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又到我了，我扔。怎么又是一样？我跳！恭喜你来到音乐王国，要唱一首关于春天的歌才能通过。这也太简单了。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你为啥来，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小雪唱歌真好听，我扔。十二，我跳。哦，好大的风呀。你现在来到了沙漠，只有种满一百棵树才能通过。什么？一百棵树？大宝真倒霉，我扔。十二，我跳。小贝弟弟你也来了。好痒啊，怎么这么多蚊子？太好了，让你嘲笑我。苏曼，你找到消灭蚊子的办法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们不能前进，这次一定要扔个大点的数字。十四，我跳。啊，怎么是蚊子王国呀？终于种好一百棵树了，我扔。十一，我跳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里都没地方了。我是来救你们的，小人还不领情。我才不信呢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哼，让你见识一下蚊香花露水，变。真的没有蚊子了，大宝你真厉害。那当然，夏天有很多消灭蚊子的法宝。大宝，对不起，之前我不应该那样说话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小贝，到你扔骰子了。我扔。十二，我扔。也是啊，我扔。哇，还是啊，居然这么巧，我扔。又是二，请前进两格。我跳。好冷啊，这是哪里？我知道，这是冰雪世界，魔法变。竟然有火锅，太好了，这一下就不怕冷了。恭喜你们克服严寒，现在只要答对我的问题就能获胜。太好了，快出题吧。山上有一群羊，又来了一群羊，一共有几群羊？还是一群羊。回答正确，我宣布这次比赛的冠军是小雪。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，我不可能获胜，所以这个冠军是大家的。小雪说的没错，我给你们每人颁一顶王冠。也太好了。大家喜欢这个游戏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